包置于座位下方地板。座位下方地板，好，它是可以报道不实。他叫我，空姐叫我放脚下前座位前方。好，我们现在报道不实。这个捷星，空服员要求他将包包置于座位下方地板。然后，空服员请机长处理，机长将飞机再度划回机坪。机长还有处理。